过了半世纪，还是一样又粉又萌的，就是 Hello Kitty 了。憨憨的模样，三代都爱。2024是 Hello Kitty 的50岁生日，在台北华山举办了 Kitty 与未来做朋友吧为主题的展览。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现场逛逛。这一次呢是50年周年特展，然后是与未来做朋友，所以做了一个很未来感的设计。那每天前100名呢，我们会送这样不同的卡套，在里面会有一个贯穿1、2楼的 Hello Kitty， 那还有很多不一样，以过以往的有未来的互动啊，然后有很多投影互动等等的，可以跟民众一起做互动玩游戏。在入口处就有一个粉粉的超大 Kitty， 深情的望着你，吸引人们抢拍。而在展览里最受欢迎的，除了有一个贯穿2层楼的巨大 Kitty， 就是个有巧思的互动区了。我们2楼的话会有一个互动游戏的区域，小朋友会直接在上面玩风，直接互相拍那个墙壁拍风。然后1楼的话也有拿着笔，然后对着投影机寻找 Hello Kitty 的小解答。最后还有闪着宇宙光的未来感 Hello Kitty 是压轴好拍。哎，我们先不破梗，直接进去参观吧。我们进场后啊，就会得到这个盖印章的小卡，大家都可以到2楼盖自己的 Hello Kitty。那我们前100名的话，还可以得到这个炫彩的票卡夹哦。好，这个第一个区域啊，它是在介绍我们 Hello Kitty 50周年，还有小影片的前导影片哦。2分钟的影片主题主要是传达 Kitty 一直以来的重点，就是友谊与善良。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介绍 Kitty 的2、3事，还有 Kitty 的男朋友。这里的话会有 Hello Kitty 的基础介绍，例如说它有5个苹果糕，然后有3个苹果粽。这里的话是会讲 Hello Kitty 它的朋友，然后还有它的家人，例如说它的爷爷啊、奶奶啊、它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它的最常出现的好朋友是 Daniel。看到这里，你知道 Kitty 跟妹妹是双胞胎，要怎么分辨呢？哦，有，我都还有个妹妹，黄色蝴蝶结。蝴蝶结不同边，黄色蝴蝶结。来到这个区域呢，会大家待得很久，因为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年份。那你是哪一年？穿越半世纪以来 ，Kitty 从复古到可爱时尚的经典主题图，看的人眼花缭乱。接下来就要进入多媒体互动区喽。这个区域呢是 Hello Kitty 的小知识区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这个区域，然后拿着这个笔，然后在墙面上找到 Hello Kitty 的小答案哦。更贴心的是，墙面上还会投影小提示，答对了，整个房间就会显示超级闪亮的动画，简直就是少女少男心喷发。此外，还有看图考记忆的互动区，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地板不同的贴纸，然后就找到上面相对应的年份，只要找出相对应的年份，它就会有显现爱心哦。考验记忆难度是有点高，但是对 Kitty 铁粉来说，根本就是成长记忆的一部分了吧。这是一个50周年的 logo， 可以看到我后面有一个Hello Kitty 的50，那大家可以带着游泳圈跟他一起合照哦。比我想象中更有趣，对，因为之前的好像都比较是公仔类，然后没有那太多那种互动的。现在看到是这个，觉得最可爱。1、2、3，看到棒棒糖的蝴蝶结了吗？道具做得太实在，大的很重，拿不动的话，小的拍起来效果也很赞哦。这里的话有准备很多棒棒糖的蝴蝶结哦，可以在这边跟 Hello Kitty 一起合照哦。当然啦，一定要跟 Kitty 的聪明脑拍一张。在这里啊，就可以把 Hello Kitty 用这个麦克风叫醒哦。Kitty 起床了 ，Kitty 起床了 ，Hello Kitty 起床 ，Hello Kitty 起床了。通常这就是绝招啦，一定会让人生气。起床！啊，起床了！来来来，我们赶快去下一个展间。穿过彩虹走道，哎，别忘了玩一玩墙壁上掉下来的 Kitty 小物。对了，还记得入场时拿的卡片吗？用彩色印章来帮 Kitty 上色，是不是很有本画的感觉啦？
最后压轴的中午要出现啦，是 Kitty 五十年来味蕾版的大公仔，整个展间简直散发着宇宙光，旁边的展示也超级可爱的。最后出场前别忘了把你的美照 po 上投影纪念与祝福，当然啦、看完展就是破财的好时机哦，记得剁手。本集最后来了解一下华山文创园区。园区呢，前身是台北酒厂，创设于西元1916年，保留了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的制酒厂区古迹建筑群。来到这里，不只可以看到各种最潮的展览之外，还有风格各异的餐厅、酒馆、茶馆以及文创商品。周末还有假日市集可以淘宝。当然啦，如果想要体验室外活动，还有充满绿意的大片草地及人工湖，遛狗、遛猫、遛小孩，一股一惊，可以说是台北市民周末假日的好去处。哎，同学来过吗？有空不妨一探华山文创园区，别忘了欣赏一下古建墙面以及角落的木窗及拱窗，各有巧思哟。老建物注入当代新灵魂，可以说是华山文创最吸引人的地方喽。我想去看看，我们下期见。